每一年的新年，我们只去亲戚和朋友的家拜年，一点新鲜感都没有。所以在这个年初一，我们就来体验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拜年方式，去到陌生人的家拜年。很紧张，讲真的很紧张，这个是我第一次这样子做。我讲班来，我现在有点 stress， 没有大家。Normally 在家里看到有人在外面，我都不会去开门的。新年那你可以穿到这样子嘞 ，OK？ 所以我们就要换衣服。换好衣服，我们开始去啊 ，Let's go。如果一天几个陌生人来到你的家门口按门铃，问你能不能给他们进你的家做客，你又会怎么做？你会开门给他们，还是会把他们给拒之门外？我按了一次门铃，没有声音，没有人啊。那进，换下一家。开空的。听到很大声的叮咚，但是不懂有没有人。哪个？没有。一人在里面，但是没有人开。OK。在我们试了几次过后，还是没有人开门。直到他竟然有在外面的话，我们就问他。请问你是屋主吗 ？Hello， 新年快乐！你们是屋主吗 ？Hello， 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屋主是谁啊？这一间？哈哈，你不清楚，你这么清楚？我跟着来的。OK， 好。屋主啊，屋主有在吗？我们要找一下屋主。屋主啊！哎！哦、你是屋主是吧？我也是手包，你们要是拍什么的？我们就是要跟陌生人拜年，因为平时啊，我们过新年的时候都是跟朋友、是跟亲戚拜年嘛，然后每次认识啊、看到人啊，都是一模一样啊，所以我们这次就想要去 Strangers 家来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，OK 吗？等一下，我问你。OK。这个人来这么，你听到吗？你呢？要进来，进来拍、啊、OK， 这个是 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来，进来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啊，乖呀，来来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快，我要大家自然一点就好。自然一点。你看了袜子吗？红色。喝水呀，大家都很没有关名人，吓到我一下。我们这一集跟 Erin Illustration partner up， 这个是他的画，也就是我们等下会送给那些开门给我们的家庭。这些全部都是纯手工画出来的，是不？是不？所以如果你要看到他更多的作品，你就去 Erin Illustration Instagram by the way。阿妈，这个是我们给你的礼物。哦，好美啊！所以，哇，所以看你要放哪里都可以啦。啊，镶起来啊，也是可以。这些都是纯手工的，所以不能够弄到水哦，弄到水的话它就会蒙掉了。这些人是被当做老旧有水彩。嗯，很美哦。嗯，满意吗？满意吗？谢谢你，谢谢。OK OK， 好，不用。不要啦，不要啦。有喝水。谢谢你啊。谢谢你的招待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thank you， 大哥，OK， thank you， 弟弟，那个是他弟弟，很像你们两个，很像，我是哥哥，很糟糕，我不像。
骗人啊！祝你们大家新年快乐！我们就进到了，对，我们现在就target另外一家，现在有一个了哈 ，confident 爆增，我跟你讲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拜拜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拜拜，拜拜，太快了，好，这个偶像老妹，来来镜头镜头，厉害，来拜拜，拜拜，厉害。这边是只有我一个人是陌生人，你知道？对，不算了啦。其实你进来了就是当做一个朋友了啦。OK OK， 好。本来就是这样子嘛，朋友之前都是陌生人。对对对。后面要拉沙，自己走了，出发十号路。广宁的呀，广宁人呐、啊，你没有广宁话吗？讲一下，谁会讲？讲了不用开始，来讲一下。广宁有两种，一种就叫客家，一种是广宁本地。这样子，小一辈的会吗？传，少许会。好，你现在讲几句给我听啊？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啊，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。啊，很像广东话哦。广东话。啊，这个是我们给你的礼物啦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不行，不要参加。手工吗？是手工做出来的，不是复印啊，不是复印啊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看到陌生人他这样子进来，那你们会觉得行？不会吗？都 OK 了啦，没有问题啊。如果普通我一个人在家，我是不是就算了？啊，对，现在很多人的话就上场了，没问题。普通你一个人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好好好，讲讲你的话，你的话，我的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 ，OK， 拜拜，新年大家都这么的热心吗？我们再去一下，看一下另外一间，如果 accept 的话，就是我们最后一间了 ，Let's go。妈妈是大姐，就等亲戚来先，然后因为我们福州的有个习俗，就是长辈有事，我们当然是要遵照传统嘛。那以前传统是先去公公婆婆家，大姐先来，然后我们才去第二、第三这样子。公公婆婆带下来的东西，我们就跟着去做。长辈为什么会有分姐姐、妹妹、弟弟？但你们没有尊重上面一代，这样下面的全部都不尊重。传统就是拜个年嘛，没有什么嘛。但久而久之，有些年轻人就是有朋友就跟着朋友出去，可能是除夕夜都忘记怎么叫做团圆，忘记了，老人家就待在那边。谁做了的？你们自己画的，好厉害啊！这个是我们给你的心意啦。啊，谢谢。OK， 好，这个只有三份罢了，你是其中一份。哦，是哈。那我是幸运儿。缘分，缘分，缘分了，真的是缘分了。全部还没有添加了呢。还没有，还没有。这个是给你的，不可以，是给你的，这个。我们都没有，我们都没有要拿的，真心。不是，你这个是年轻人。才不可以。我们是没有这样做，我们的那个，我们不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是一定要的。过年吗？因为我们家人，刚才我都跟你说了，传统一定要留在，就是这个传统其实还有的。没有，那个2014年。他们是讲说过年来了，小孩子包红包，但是我们是说，就算是做工了，年轻人，但是还没有结婚的都可以。OK， 所以刚才他问的目的就是这个。这个是一个小小心意哈，不要觉得不好意思。就是有了传统，才会有一个关系密切的家庭。想一想，如果没有新年的话，那么我们跟家人、朋友还有多少机会能够聚在一起？在最后，我们要非常感谢每一位热情招待我们的家属，让我们在这个新的环境下不感到陌生。感谢 ASE Videography 拍摄这个 video， 还有 Elrin Illustration 所帮我们画的每一幅画。这一集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集有缘再见。